1月9日讯，央视马年春晚已进入倒计时阶段。近日节目第四次审查后，备受争议的郭德纲仍未现身，媒体分析称证明他已基本无缘春晚。另一方面，春晚主持阵容也于昨日公布，张国立替代去年的撒贝宁李咏登台，这一新面孔引发网友热议。另外，据消息称，冯小刚正在极力邀请王菲再登马年春晚。据传，王菲目前也在考虑中，离婚后的她可能将春晚作为今年复出的首站。